发现我没有办法训练，脑袋会一直放空，稍微拉一下就好爽，无力感非常重。现在是半夜四点，看我这黑眼圈好重哦，我已经开始浮游外语了。你觉得我会成功吗？我太多了。对，你知道吗？在1964年的时候，有一个16岁的高中生，他进行了一个史上最漫长不睡觉的医学观察，破了金氏世界纪录。他整整264个小时没睡觉，也就是11天。到第6天，他失去了肌肉的控制，然后甚至到后来呢，他出现了幻觉，连1到7的数字都念不出来。最后他11天过后，他那天晚上睡了14个小时，隔天就完全恢复了。干超屌哎、欸！我曾经在频道还没不见的时候，我拍了一支每天只睡半小时。哦，那支拍完我超感动的，就觉得干人类好像怎么样都离不开睡眠。本来就是啊，你离16岁很远。我就在想，我有没有可能可以拍挑战一个礼拜不睡觉？但我现在想到就觉得干好像会非常痛苦哎、欸。我很怕你出现幻觉，到时候你就以为你发过我薪水了。哎、欸，对，我发过你薪水了。我想法是这样的，第一天我觉得不睡觉没什么问题，因为我曾经最久有48小时不睡觉过。48小时后。我可能要远离一些东西，我可能没有办法做一切跟静态有关系的活动，我只能尽量做跟动态有关系的。所以你要 party 一个礼拜？不行不行，我自己本身我去那个派对，他找我地方可以坐着，然后又暗暗的，我觉得我会秒睡，而且会没有人发现我。所以这种时候最应该去那种徒步做什么事情之类的，随时都在动。爬山？没错。哎、欸，干不对，等一下等一下，干！我后天要出国。天哪、啊！所以我要出国不睡觉吗？你要去哪里？干，我要去越南。去越南不睡觉？啊，干，不应该拍这个的。哎，我靠，这台我没办法冷静。哈哈。哎，跟大家说，不睡觉的时候要干嘛？不睡觉的时候我们就是要玩电脑，然后呢，还有吃我们的1G的威猛定。先马上吃一个，对不对？对。晚上你就拿个笔电来这边，不用玩电脑，我们就不睡觉了。你刚睡醒啊？你他妈刚睡醒？其实神经病是可以去分辨的，你知道吗？现在策略是我早上一定要找事情做。早上我如果又窝在家里，我一定会睡着。但我觉得第一个想到是先去健身房。我认为前2天健身这件事情是不影响的。我觉得你电力会快速下降。好，算了，不管了，明天再想啊。现在是早上的7点，那我现在去健身房哦。目前看下来，身体是没有什么状况，感觉没睡觉真的会水肿的。好，那等一下到健身房之后看能不能练，如果等一下不能练的话，就去晃晃走个路吧。因为我觉得不能让自己静下来，我怕等一下静下来就会想睡觉。好睡觉。妈，生日快乐。哎、欸，小慧，可是你妈明天生日不是来台北吗？对啊，我会带她去过啊，怎么了？你要不睡觉陪你妈妈吃饭？不是、啊，我妈是一个这个世界上对我来说最重要的人，即便是不睡觉，我都会陪她过生日。是啊，我还买了礼物给她，还要带她去按摩啊。啊，好像不行按摩哎、欸，那可能带她去蹦迪了。Did you ever stop and think why spend too much time just getting ready? Let me be honest.现在是今天的白芦笋。现在是2点。我已经2天没睡了，胡子都长出来了，很虚弱，然后也完全不想打扮。我发现不睡觉会影响性欲，所以现在是完全没有。今天我真的是一个的什么干尿来攻杀小。还要再5天，一起加油。除了食欲下降很快之外，最主要的会开始有一些干呕的现象发生，然后开始会影响情绪。我的剪辑在跟我沟通要怎么拍摄的当下，我会就是情绪起伏很大。现在是大概10点，他现在在跟制作人开会，希望没有偷睡觉。我是觉得身为一个好员工，应该帮他准备一点好玩的东西。先看有没有睡觉。没睡着，那你等下开完会出来，我帮你准备好东西。你看我这边，先短，只是这边有点松哎。不好的。我发现我没有办法训练。
就是脑袋会一直放空。我刚刚做了一个器材，做了快十分钟，然后都没拉，一直放空，然后稍微拉一下就好喘，而且我拉很轻，就整个无力感非常重，真的是我睡觉完全没有办法睡。哎，陈慧，对于一个不要睡觉的人来说，我找到一个非常好的方法可以解决这个问题。我看你弄得很痛苦。Nick， 道具上一下。不知道你们看过一个好玩的韩剧，里面有一个小游戏可以远离睡眠。没关系，我们来把它装在你头上 ，Go。哇，你看起来像是得罪谁了？那你倒这么多、哦？我觉得你这样手挥乱动，是不是应该胶带先捆起来？倒回我。来啊，先倒一点，你先看我挥动。好好听。哎、欸，喂，干低了啦，这好烂啊、哦！我觉得他这样真的不行，他这样太累了。今天跟他去拍摄的时候，感觉已经不是他在拍了，有点扛掉了，扛掉了，心情太糟糕了。才上班吧？我们上次找两个女生在他那边，他的反应蛮开心的。我们再找一个类似的女生来陪他，用他的名义找。好，真的希望他状态好的情况下完成这个挑战。好的，各位观众，现在是半夜四点。看我这黑眼圈好重哦，接下来开始追剧，不然让自己睡。我已经开始浮游外语了。第三天没睡了，眼睛好红哦。撑住，挑战要撑住。队员，我需要一点力量，快睡着了。真的快睡着了，哇！要睡这么舒服、啊，真的快睡着了。你知道我要拍什么？我完全不知道你要拍什么。你在拍怎么样被告是吗？哎、欸，如果我被告就睡不着，对不对？我看我要拍一个连续一个礼拜不睡觉。靠背为什么要这样？厉害吧？这样很伤身体哎、欸。那你跟我一起不睡觉？哈？我们一起不要睡觉。你确定这么无聊的企划会有人看？你觉得观众想要看我不睡觉，还是想要看我跟你一起洗澡？但是可以洗澡。哦，哎、欸，那我不拍这个了。我觉得你可能要把你塞去某个派对里面。哦，派对，是派对小公主哎。对啊。我有时候连她有没有在台湾我都不知道。啊，那带她去，让她睡着，真的。我没时间去了，我明天。啊，你明天飞哦。不用怕。对啊，反正你不是没有要睡觉吗？对啊，不能没时间。派对都很无聊哎。哎，她挑衅你啊。哪会无聊？证明给她看，她挑衅你。全都是，那我都放了。我没有办法完整叙述当时的那个感觉，就是完全没有办法聚焦。好像多了一个会有精神异常的一个状态。他是不是睡着了？干，醒着。这位，我舒服。你已经四天没睡了。我累了，然后不舒服。要帮你叫中药。老孙，你救救陈辉吧。快过了，没事，要出国了。这位，戴着墨镜就没人看到我的眼睛了，太肿了吧？快结束了吧？没有啊，你现在才快要离开台湾而已，快不下去。等下坐飞机嘞，如果飞机上睡着，我们就结尾吧。Nick。等一下帮我盯着他，飞机上千万不能睡觉哦。好，这是他的工作，你没有欺负他。你觉得我会成功吗？会成功。真的吗？出国诱惑太多了，跟那个睡觉什么关系？超累的。男生巨人在干嘛？不知道哎、欸，你要问后面的。男生巨人在干嘛？男生巨人在干嘛？打比赛啊！不要睡着。好啊。
不起。我在我人生最迷茫的第四天的时候拍失败了，我是个废物，我是个垃圾，我是个垃圾。我自己为什么会拍失败，就是因为我当下接下这个商案的时候，我忘记我第四天要去越南。我了一到越南之后，我真的把控不住我的眼皮，我不应该让我的上下眼皮有机会接触，这我怎么跟一群交代？我这五天吃了无数颗的一群猛定，精神无比的好哦。再跟各位说，还记得我前面有说我吃了四天后我要尝试敲一枪，我跟各位说真的有差，那个量我不会说特别多，可是那个发射那个距离比平常多了一点点，毕竟我是真实反应，所以我也不会讲得多浮夸，我觉得量没有差到很多，可是硬度跟喷射的那个时速是有落差的，那股劲特别强。接回来，我想要打给他，我要跟陈桂林一样自首。一句，我对不起你，我没有办法好好的完成你对我的交代的任务，我不配进这个频道，难怪我的频道会被 ban。但是我跟你说，那个你的钱还是要进来，然后我还是会开发票给你，然后我的金额是未税哦，知道吗？好，拜拜。喜欢这个优质的创作者，就赶快去 follow 他哦。你有发现其他更具爆红潜力的影片吗？赶快投稿给达人秀吧！点击下方观看更多有趣内容。